脆声音，再用冰块冰镇。罗曼生菜是沙拉中的主角，不能没有它。尤其炎炎夏日，不少人爱吃沙拉，但现在餐厅老板好苦恼，七月以来几乎都买不到。哦，现在唯一啊市场上啊有还有罗曼啦、啊、可以拿到货的，大概只有好事多，但是必须要在一开门的时候就去抢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只有那里有货而已。按图索骥，提早在美式大卖场开门前排队，来到蔬菜区，左顾右盼，找来找去就是不见罗曼身影。那应该是没有，因为有的话我们只会放里面，因为那个要冰。可能是卖完。想买的民众扑了空。时候因为最近可能天气热，订单比较少，然后有时候会有那个人一开店就来买很多。我听厂商说，最近罗曼缺货，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太热了。那所以在罗曼的生长没有预期，然后后来就是那个供货的部分都有限制，所以台湾原本被分配到的货量啊几乎就是减半再减半。罗曼生菜年进口量共4976公吨，来自美国进口，占比98.9%，比例相当高。现在进口量减，台湾产的少，缺货买不到，近期内想吃沙拉料理或是拿来包韩式烤肉等，恐怕得一大早手刀抢购才有机会。三十六，刘文胜、李怡婷，特别不懂。